蜕變對於我嚟講咧，就係當我以前嘅朋友見到我嘅時候咧，會哇一聲。係我人生成長嘅一個印證嚟嘅。係一個人從年輕到成熟嘅表現嚟。跳得更高，走得更遠咯。掙扎，不斷成長，勇於挑戰，敢於嘗試。是思想的變化，個結果有所改變。我覺得蜕變就是一個積極向上，是一個好的改變來的，是一個成長的過程來的，是代表跟以前完全不同，一個全新的自己，是比更加多機會有準備的人的，是幼蟲化蝶，所以有重新而成長的意思，就是令到自己變得更加好和更加勁，足夠的熱誠，清晰的目標，作出大的改變，是做一個更加好的自己，成為了一個目標感很清晰的人。蜕變的定義對我來說就是自我突破，突破框框，破茧而出，讓自己跳出去 comfort zone， 可以要繼續衝繼續衝，慢慢逐步逐步達到我的目標，就是人生上的蜕變，由一個人的人生變成一班人的人生，還是思維上的蜕變，眼界開闊了，最大的蜕變就是不想這樣做了。 You only live once， 活在當下。成功的蜕變，做平時不做的事，展現平時沒有想過自己一面，我去發掘一些再新一些我從來沒有想過的事，不過當做了出來的時候，其實效果就是他想要的，這個就是成功的蜕變。蜕變可以很個人，但是傳承蜕變呢就是一班人。其實傳承蜕變可以是一種的思維，一種的想法，一個 vibe， 但如果持續去蜕變的時候呢，咁呢個就係傳承蜕變，亦都係正正我哋父系好想做到嘅嘢。當我哋見到有一個同事佢真係成功蜕變，跟住做更加好嘅自己嘅時候咧，我哋會好開心。但我哋見到唔單止一個，跟住兩個、三個、十個、一百個、五百個、一千個嘅時候咧，這個嘅蜕變唔係淨係一個人，而係真正成為一種文化、一個 vibe。我哋富慧真系做一个梦工厂，呢、这个就是正正我想做到的，亦都系成为咗富慧嘅文化。富慧声显，传承蜕变。